美食村跑酷，第一居然是我。哎呦，这肯定是按实力来排的，我果然是美食村最有实力的人。熊子熊子，哎呦，这是，不动是。嗯，小王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原来是我的粉丝呀！欢迎你们来我家玩，加我好友吗？走，那今天就带你玩。通过这个跑酷，我就加你。美食村跑酷，看到没有？第一个是我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是谁啊？第一个肯定是汉堡啊，汉堡那么厉害，当然就应该在第一个。喂，你是我的粉丝，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美食村，我最喜欢你了。不是吧，二段跳都上不去吗？你还是走作弊通道吧，我来，这里有提示方块，提前跳，再连跳两下，轻松上去，然后是奶糖，走两个方块之间就不会掉下去。不用那么虚瞎了。王子哥哥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哇，谢谢小粉丝，冲你这句话，等会儿我去加你好友。走，小王子带你通关美食村跑酷，番茄用能量剑过关。接下来是可乐，是旋转跑酷。小粉丝，你走边上吧。旋转跑酷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潜行走边上，然后直接向前自动跳跃就行了。小王子哥哥，我厉害吧？啊，厉害，都不用跑酷，当然厉害了。接下来是第四跑酷，很简单，小粉丝看我，我们直接按住潜行键走到边上，就不会触发感应板了。哇塞，真的耶，小王子哥哥真厉害。哎呀，别夸。真是，现在的小粉丝真不吝啬夸奖。你以为？这关我会，直接走个石头下去。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。哎，撞到了，差点就把小粉丝给撞下去了。接下来是问答题。我会，我可是美食村忠实粉丝。美食村绝对之恋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当然是辣条哥哥啊。看来确实个真爱粉哈。这就对了。汉堡最喜欢谁？噔噔，奶茶小姐姐，这肯定是奶茶呀。片面，你看的实在是太片面了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汉堡啊。你肯定是小姐姐啊。真的假的呀？相信我。好吧，是真的呀。不对呀，哎，原来奶茶这里也有，噔噔这里也有啊。太让我失望了。美食村谁建房最好看？哼，这还用说吗？哈哈，这我肯定知道啊，肯定是可乐啊。你确定？什么可乐呀，美食村建筑大师难道不是我吗？可是我觉得可乐建得更好啊。那你还说最喜欢我，连我建房子都不喜欢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我小王子啊。我严重怀疑你是个假粉丝。接下来这一题可以说是送分题，美食村村长是谁？我知道，肯定是汉堡啊。真的太虚了，一个假粉丝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说美食村最喜欢我。我看呀，你最喜欢的汉堡还差不多啊。其实你们我都喜欢。哼，我不信你说的话，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可能是汉堡？哎呀，你说了嘛。小伴们，你们说他真的是我的真爱粉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在骗我？